陶玲，你混蛋！你凭什么让我忘记？凭什么你觉得自己命不久矣，就要我不要等，不要盼，不要伤心难过？要不是你师父提前把这个锦囊给我，我现在没准真的已经把你给忘了。哎，陶玲身受重伤。 命不久矣。哎，三年前，你二人因眼反目，为师以同灵的半截龙骨为你续命，为你二人争得一线生机。大道无师，天眼四九，你二人原定三劫，待踏日重逢。 定能再次携手将炎彻底消灭。事到如今，老夫便再助你们一次。统灵啊，恐以忘情咒除你记忆，此锦囊可令咒术失效。我没有要死，只需去北海修行。 师父说的有些夸大其词了。只是修行。只是修行，你说便是，你何必按下忘情咒啊？这次我伤得太重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。也许是10年、50年，甚至100年。 难道你想等我一辈子？